这个玉米笋条，那可以没？可以的哈。应该可以的啦，超微大。烤虾子好了啊。那虾等下没火了。好啊。好，来来，玉米笋。玉米笋，是不是有仙草糖？我也想问，虾子在哪？就这个，来，虾哦，掉下去了，给我一个盘子，这个盘子掉下去了，掉下去就不要了。我再拿一个虾子，还没活。给我一个盘子，哇，这次也大了，你看不完啊？你看不完，怎么办？有阿布，阿贡吗？对啊，没有，我那些朋友哈，他们没那么会，没那么懂事，不用买到这么好。等一下跟他收钱，就跟我说，啊、这次好贵，我只要十块。顶级，真是都送不了。你还用手去比，还比得出来？啊嗯、不是徐爷，你要那个把你的手臂伸出来，他真的是手臂长，这样子。手臂。嗯。你应该要抓头抓前面一点。那一只是手臂虾。对，它的俗名叫手臂虾。下去喽，就是俗名。特大，哟、嗯，刚肉还蛮扎实的。西天那熟了，好吃啊。好了，但是有的还没开，先给他那个，不然啊，不然你那个等他全部一起熟，那个一开始开的那个就直接拜拜了这样。嗯，丝瓜抓一碗给我吃，丝瓜。丝瓜，你现在是什么分什么要吃？等下呗。你的不止一碗，你的可以很大的。那那个丝瓜全部给你了，没关系。你要吃饱。